大家看啊、哦、这就是南极的暴风雪，今天刚刚拍的视频啊，天哪，哎呀，这七月份以来暴风雪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，现在我这个楼房现在积雪大概有1米到1米2，大概在零下15度左右，外面还挺冷的。在这发电弄，这个太艰难了。我前面正对太艰难弄，懂吗？然后右前方就是我们生活的宿舍楼房。